好，放旁边。放旁边。这两个呢？啊，里面够啥？在大批远景监视下，男子乖乖把一根根撬棒从水沟里挖了出来。你是规地拢有杂气呀？是吧？短、中、长的撬棒一应俱全，这些都是窃贼的犯案工具。他在十号凌晨两点开着亲戚的车来到内湖这间土地公庙，大胆偷香油钱，两小时后再开车逃逸。出了什么破坏以后，他就进来了。然后呢，这个铰链这里他就把它这铲开了。然后这是用铲的，都是暴力的。主委越讲越无奈，因为六年前才被偷过一次，最近又听闻信众许多贡品不翼而飞，没想到这次又有小偷上门光顾。对我们不可能有很大的一笔经费，这个门要换成好一点的门，那里可能要20000多块钱。那个油箱钱变更的话呢，再动用的话也要花20000块钱。张姓嫌犯先破坏铁门闯进里头，再撬开功德箱，成功偷走12000多元。为了躲避警方追缉，还一路开车逃到新北乌来山区，在10小时后落网。全案哦，依刑法加重窃盗罪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。张姓嫌犯有窃盗、枪炮、赌博前科，今年8月才因为毒品案件刚假释出狱，却再度犯案。庙方也考虑加装监视器，不让窃贼有机可乘。记者杨忠胜、蔡玉山台北采访报道。